穿这么快就到了，又可以出去玩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家住地铁站就是好啊，简直太方便了。到城里了，这里好漂亮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可以跨过去吧？不可以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。喝完了，把它扔掉。你小子敢在我面前随地扔垃圾，我看你是皮痒了，我给你那么一下子。哎呀，嘿，机器人在这倒垃圾呢，我让你扫，我把它踢翻。哎呀，你还叫呢，惹我生气了。我看你往哪跑，靓仔，买个气球给孩子玩吧，我看看你的气球扛不扛戳些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看来坏事不能干啊。我又来了，这个小金人不错，我把它拿掉。哎，不见了，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给你一拳。这就是偷东西的后果。